就现在只能这样，就是你现在自己制作了一档节目。怎么又到我了？你现在制作了一档节目，然后投资人说我们有一笔钱可以请到你觉得最优秀的主持人。我去烧火去了。跟你搭？跟我搭。对，韩哥和何炅他俩都挺合适的，你要选谁跟你搭档？完了，你来说。咋说啊？你这么说很简单，你就说，这还不简单？我能不能贴钱让他俩一起做？我不能呀，怎么贴啊？这，我和黄老师必须要走一个留一个，你选谁走谁留？三二一，快回答。好难，我不要回答，我不要回答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这么回答。那怎么回答？就是如果是你们两个要必须要走一个的话，你可以这么回答：谁走都无所谓，因为谁走了都不是向往的生活。我觉得就是，这叫这情商。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我们真的得学起来。小鱼儿，去穿个外套吧，会冷一会儿。好。你是哪个外套？白的那个吗？对。我给你拿一份。好穿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大华，你看，你看，在这呢，在这。